们视频中同款的这个夹子，它叫做细胞夹啊。视频中同款的这个夹子，它是一个不锈钢的材质啊，通体不锈钢的材质，采用的是德国工艺，韩国美容院专用啊，0.5毫米的一个精度啊，0.5毫米的一个精度，它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它可以达到医用手术刀级别的一个精度啊。脸上的这些痘痘、黑头、粉刺，还有你说毛孔里边的这些，长期积累的脏东西，咱们都是可以给它弄出来的啊。我们使用的时候，先用热毛巾热敷我们的面部10分钟啊，热敷之后呢，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啊，毛孔变得湿润，张开之后我们用这个细胞夹啊把它给夹出来，然后呢再用冷毛巾清理完之后，用冷毛巾冷敷10分钟，让我们的毛孔